自己把我救出来。我等你，我就想你了吧。因为我说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今天去我妈那了。去你妈那就不再去了，现在就不着急。希望我老公回来了，然后跟儿子在家等我了。你老公回来了，我想这两天去你家了。嗯，这两天你就先别去了。